我们都知道杨紫是北京人，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。她当初爆火就是因为饰演夏雪这个角色，让当时的她几乎是家喻户晓的。而她可爱善良的一面也深深地印在了人们脑海中。虽然现在的她已经长大成人，已经是一位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，但是人们对她的印象还是特别好的。